天来吃六扇门。我觉得半年费哦。这个是鲷鱼锅，这个是原味锅，然后我老婆点了，我点了一盘卤鸭血，放在这，对。他是吃原味还是鲷？妈妈是鲷鱼的、啊。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吃鲷鱼的吗？妈妈每次都点鲷鱼，因为她知道你喜欢吃鲷鱼。跟肉比起来，你比较喜欢吃鱼，对吗？因为你都不喜欢吃肉啊。所以如果有鱼，他就会点鱼啊。我们这样子一共355。为什么我们这么慢才开？我都这么慢。对啊，我的汤比你少好多。然后今天统统运动会得了一个奖牌，对不对？嗯。季军，铜牌，得了一个铜牌。彤彤还特别要带出来，彤彤叫我拍下来分享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放在你身上，吃完饭再放我这边吗？你要挂着他吃吗？冠军选手啊，不是那个铜牌选手，跟我们今天跟铜牌选手一起吃大餐。我吃不出来这个是什么，这橘色的，你说是橘子吗？我觉得像哈密瓜，感觉像橘子的。这个黄色的可以吃，可以放在水里的。有，我刚有吃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我还以为是什么鸡蛋冰，不是，是有点酸的。开了开了，我最喜欢花生的跟芋头的。我是都没了，我刚去看花生芋头的都没，都被挖的差不多了。这两天火锅店生意一定都很好。因为我们刚刚也等很久，我们刚刚在门口也等很久，然后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在等。等你吃一半的时候，我再帮你煮面，好不好？这样面才不会太烂。先把煮熟的料挖出来了。其实豆皮也有哎、欸。对啊，不过今天豆皮是炸豆皮，跟你平常吃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你平常吃的都是喜欢生豆皮。杨小姐两位，杨小姐两位，杨小姐。彤彤今天拿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奖牌。是铜牌，我做独立游戏开发之后拿了第一个奖，也是巴哈姆特游戏网站的铜奖。我们两个都是铜。对。以后还有机会啊，每年你们运动会都会比赛啊，明年再继续努力，明年就可以挑战银奖，一年进步一点。我再想要金奖。对。然后就不能再继续挑战下去。就维持下去。
然后就不用再去比了，然后金奖之后就不要再去比了，免得又退步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啦，还是要继续比，只是要维持住，要维持住。他的金奖就是不要再比了，因为会我爸爸开玩笑的。好，我要开始吃了。运动会的关系，我们大家都饿了。虽然只是陪你，可是我也觉得今天比平常饿。我要开小一点。我要帮你准备了，对不对？把那两颗蛋要先拿起来吗？好啊。因为我想用那个碗，就是擦一擦，帮彤彤。我放在这里。好，挥手。我去洗一下，我去算一下。谢谢爸爸。接下来才说吃梦岛，不是有一颗那个沙拉，那个很大的蛋吗？里面有一只蜂。我们呢要收集到八件去了，就可以把蜂鱼叫醒，把它用，把它，它的蛋就会孵出一只蜂了。我们呢回到林克原本的故乡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把蜂鱼叫醒。那要怎么叫醒蜂鱼呢？要买了八件乐器，然后有八座神殿要去，我们已经去完六个了。今天明下次去，下次我们要去第七个了，要八个神殿我们要去。然后八个神殿里都会有一个乐器，是吗？妈妈。而且它煮起来就跟生豆皮其实感觉差不多。可能喜欢软一点的面还是硬一点的面？软一点的。你有没有想睡面吧？没有，我今天没有想睡面。我装蛋了，怎么不要拿？不装蛋了，不要拿。今天的很完整。冻豆腐要吗？先配着吃。那如果等一下看你哪一个碗要装面，好不好？那谢谢爸爸帮你洗碗。我有鸭血。下一块鸭血在这里。你放进啊。好，放下一块。它是热的吗？这两个本来就是热的。它是卤好的吧？是热的。真好。剩下的都给你哦，上一个就好。它本来就是温温的了。它是熟食啊。有点辣。要不要加点汤啊？有啊，我这样子涮一下，很香啊。下饭，好，应该要了。我也是送的鸭子，要不要加点吗？我去拿。夹到饭里还夹到那个料饭
不要跟我出来吧，没有那个，我不喜欢上面面粉干。好了，刚好他还快开大一点，然后开一下。开心对不对？吃完饭了，很快了，不错哦。刚刚好吧？对啊。然后彤彤吃掉的时候，刚好可以配着面，对不对？我吃了干干净净的饭，很棒，很棒。今天胃口很好，运动会果然不一样。铜牌选手的胃口很好。好啦，我就拍到这边了，我就专心吃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。